天，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和杂念。那我们在今天早晨，我们单单来到主的面前，全心全意来敬拜他。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，没有人会看你，只有神会看你。我们要在乎神的眼光。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圣殿。我们现在一同开口来欢迎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。主耶稣，我们欢迎你。阿门。
主啊，你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领取你丰盛的应许。全部都在归给。